是10月31日，第四天，我们要去天桥立。要去带妹妹去看海。妹妹心心念念的海。真的蛮冷的今天。我吓到了。现在体感至少9度有哦。我看一下现在几度。真的体感9度哦。冷啊。一早我们先来到了京都车站2楼的一间名叫 Pie Face 的店来买早餐。我买了巧克力派以及热红茶。这个巧克力派我个人很喜欢，所以后面几天的早餐也几乎都是买他们家的派来吃，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巧克力控的关系啦。东京车站步行一下下就到了天桥立观光城的搭船处。我们买的是单程票，因为打算回程的时候用骑脚踏车的方式回来。はい。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I've settled down in this town full of light, full of sun, quiet place in the wind.Is whispering far from troubles and doubts. There's no need for anyone. Close your eyes and try to realize. But still, I'm searching for a better life. And still.It's all about the meaning of living is still my guide, and hope is what is keeping me alive. Going fast, going slow, climbing high.Falling low when you know what your aim is, it all makes sense. What you need. 刚搭完船，现在来到天桥里。Never turn around. But still.从搭船到天桥立，然后现在第一站就是来龙神社。据说龙神社有将近2500年的历史呢。While searching for a better world, you lost yourself, so what's the point? And then there is this sign you gave, the meaning of your life. 东京名产黑
一轮 Olin。接着我们走到了京都的府中站，还搭乘缆车上山。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壮观的美景，你看到野车，一人坐的有点像缆车，然后那边就是我们刚才上来的地方，然后后面就是面向海洋，超级漂亮，然后还有枫叶，这边就是枫叶的地方。现在大概是10月31日，所以就在11月左右。所以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可以看到满通红。对，给大家看一下美景的壮观。我也怕搞你。哇！足をレッグアップで。落とし物をされました場合は到着後係員にご連絡ください。太高了吧！就这样搭下来了。Oh my god！ 啊，对我这个怕高的人来说，蛮可怕的。而且他没有那个安全带，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坐下来。但是风景蛮美的，真的没想到我们是坐这个下来。回程时搭乘的是登山吊椅，但因为它没有安全带，所以就是手抓着杆子这样下山。有惧高症的我一开始真的是超级害怕的，但幸好最后有安全的着陆。接着我们来到了一宫码头，骑脚踏车准备回天桥立车站。OK， 来。那我们再骑脚踏车从这边，看美丽的风景。
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的穿搭。然后现在在天桥立的海边，对，然后该骑脚踏车。然后今天来介绍一下我今天这身装扮。今天呢，我穿了绿色的针织毛衣，然后卡其色的裤子，还有一件双面的外套，然后黑人的鞋子跟 Bog 的包包。在我身后这个就是智恩寺，跟那个 IU 李智恩同名，给大家看一下。参观完智恩寺后，就准备回京都车站啦。晚上呢，我们来到了新津吉商店街，逛街之外也在这边吃晚餐。晚餐来到的是一间韩式料理店 Semawulu 食堂，我们三个都是点纯豆腐锅套餐。分享一下，我们刚才从景市场，然后吃了一间韩国的餐厅，韩式餐厅，然后我们三个人点了豆腐锅，但是呢，我个人没有很爱，也很非常非常辣之外，然后也店员态度也没有很好，所以我个人是不会推荐这家。吃完晚餐后，我们从商店街步行回住处，结束了今天的旅程。